琴晚發夢咧，有人投訴，邊個投訴呢？就係頭皮咧投訴。點解我哋咧唔同大家分享一啲頭皮嘅產品？其實頭皮咧都係我哋肌膚嘅一種，但係每一日咧，你哋都唔記得搽嘢喺頭皮度啦。咁所以同我哋講，快啲咧揾啲嘢搽，尤其是冬天嘅時間咧，頭皮都會乾㗎。其實咧都容易咧令到咧頭髮脫落，同埋咧啲頭髮生出嚟唔靚。其實要有健康的頭皮才可以有健康的和靚的頭髮的。那今次呢跟大家看一看，一定要查這個 Alpha Hair 的產品。為什麼呢？ Alpha Hair 呢可以告訴你，你未試過一隻這麼爽或者這麼舒服的頭部產品，因為它可以呢令到這個頭皮呢是可以生回很靚的頭髮，同埋一定可以同你呢 stop hair loss，不會再甩咁多頭髮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咧用咗一個咧大家都會知道嘅，就係辣木果嘅成分。科研已經指出咧，辣木果咧係可以令到咧啲頭髮咧可以係防止脫落，同埋佢嘅抗氧化成分係非常之啱咧生翻啲靚仔嘅頭髮噶。咁所以大家可以選用翻佢呢一個咧，佢可以令到頭皮健康啦，可以令到頭髮嘅顏色咧靚翻，同埋頭皮有翻營養之後咧，生出嚟啲頭髮咧又靚啦，同埋會好多好多好多 BB 仔咧出翻曬嚟嘅。另外佢入咗咧兩種不同的薰衣草的成分，非常之啱一啲咧唔中意頭皮加油的朋友，因為佢可以個薰衣草咧有兩種薰衣草，一種咧就是舒緩濕疹的頭皮的朋友啦，同埋第二個咧佢用咗法國的薰衣草咧，就是令到佢可以有一個咧淨化嗰、那個，我哋空氣好污染啦，個毛囊都好污糟嘅，咁佢嘅薰衣草咧就可以幫我哋做 detox 嘅，咁就洗完頭嘅時候好似按貓嘅動作咁樣，輕輕輕輕咁樣拗一拗，而且佢的質地真的很容易吸收。記住用的時候，如果要佢先啦，所有 Lapio 的產品，咁咧其實佢出嚟咧就是米白色的，然後咧其實兩三分啦，尤其是喺一啲咧容易呢啲位置咧容易甩頭髮的地方啊，或者是啱啱剷後咧甩得頭髮太多，咁就可以用佢，同埋佢係非常之清爽，同埋咧佢個味道都非常之討好噶。咁記住，洗完頭嘅時間可以用幾噴嘅立飄啊，幫頭皮做翻一個護理，咁就會生翻一啲咧靚仔嘅頭髮噶啦。